知道你拥有什么样的优点，你也必须要懂得如何去把它发挥出来，你也必须要去挖掘你自己本身拥有什么样的弱点，想尽办法把你的弱点转换成优点。Change is the most constant thing in life. Without change, there is no growth. And without growth, you begin to die. 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帮助你达到更大的目标，实现更大的理想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本身。你要破很多很多你自己本身的记录，要创造很多很多奇迹，很多原因都来自于你有没有好好安排计划你的人生。那么当你建立自我的时候，你想要更大的组织，那就是你必须要追求无我。必须要有那种强烈的欲望，你才可以帮助你达到更大的目标。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然后你必须要这样的纪律把它来完成。哦，守纪律是成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尤其在直销这个行业。我们都一致的认同大事要发生，当它发生的时候，你还在这里停顿，你还在这里原地踏步，你没有任何改变，你没有进步，你就是在后退。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本身要一个机会，再往前再跨多一步。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些不好的习惯，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再往前跨一步，成为更好的你。